Hello， 大家好，三吉老师又来了，我们今天又到了开心学无课的时间。好，那今天我们又来学一下我们的韵子量子的部分。今天的歌曲的部分我们也是学量子韵子的。那我们今天教的歌曲呢，是一首好听的童谣，是英文歌 The Little Indians， 还蛮好听的。来，我们一样咯，放慢速度，跟着老师的动作一起来。大拇哥一样，就是只有弹上面的这一条黄色的弦，这个叫 So。 然后食指一样，我们就负责勾下面的弦，大致上都是这样，大家了解了。来，我们看哦，跟老师一起来。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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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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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咪嗦嗦咪咪哆，瑞瑞瑞瑞瑞瑞，西瑞瑞西西嗦，哆哆哆哆哆哆，咪嗦嗦咪咪哆，嗦发发咪咪瑞瑞哆。好，再一遍哦，老师一样慢慢动作哈。哆哆哆哆哆哆，咪嗦嗦咪咪哆，瑞瑞瑞瑞瑞瑞西，瑞瑞西西嗦，大拇哥。哆哆哆哆哆哆，咪嗦嗦咪咪哆。嗦发发咪咪瑞瑞哆。好，那我们现在慢板弹完之后，那三七老师按惯例就是弹一次正常版的。那今天要做的是比较属于演奏版的 The Little Indians。 那听起来会比较活泼，因为老师跟上一集一样，就又加入了打板的元素在里面。这个后面也会老师也会讲解到怎么去做就是印第安小孩这部分的演奏版。好，那这一集就先不讲解，只是先示范给大家看哈。Little Indian，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哦。记得也要支持三奇老师，动动小指头订阅三奇老师的频道一下哦。谢谢大家，开心学无课哦，拜拜。